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20多天完成百万圣号，实修法喜充满，孩子顺利考入高等学府。一切皆缘起于2018年那个夏日，我和两位朋友游玩玄武湖，顺道去鸡鸣寺素食斋吃了碗素面，从素食斋出来又顺道拐进一殿堂，看到墙边一排半人高的柜面上放着各种书籍及免费结缘的卡牌，好奇中我们每人结缘了一本看上去很高级、装帧古朴的折叠竖版书《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不知道是经书，带回家后我还是按照之前看书的习气，沙发、床、茶几随处看随手丢，时断时续读着，读起来像一幕幕话剧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们三人无意间聊到结缘的这本书，他们二人都说难以读懂时，我自以为是的说很简单啊，就讲了几个故事，你们哪一句不懂我来翻译翻译。我开始尝试将四字一句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转述时，脑中猛地轰然炸响，自己莫名被大大的惊到了。海东十万由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夜海，其处是也。夜海二字带给我的震撼久久不息，难以名状。之后我开始网上各种搜索关于此书的解读信息，就这样我慢慢知道了孟参老和尚讲地藏经，关注了孟参老和尚弘法平台，每天打开手机必读一篇孟参老和尚的开示法语，渐渐成为我的日常习惯。每当我有不解和困惑时，孟老的开示总能不可思议恰到时机的启发于我，使得我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暗冥指引中开启了我的学佛修行之路。现在看来，我也早已与汉基寺结上殊胜之缘。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欲所住处欲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是终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实？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异兽，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圣婴。我开始依照经中如实说，尽我所知所能如实受持去做，读经拜忏，供佛斋僧，做义工放生，读各种关于佛学开示书籍，觉察关照心念，修正生命内在认知，践行于日常等等。墨学虽是根基愚钝，后知后觉，习气妄念与认知转变长期并存住，但好在从未中断佛法修学。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中，我的人生轨迹开始改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完全不同于往昔的清净平和安然幸福开始叩响我的心性之门，良师益友陆续来到身边，指导我，鼓励我，照亮我的学佛正信之路。几年来入世去做，也让我一一亲历体悟到以上所得大利，资财自足，家宅安乐，夫妻和睦，孩子温良，虚耗辟除，所求遂意，多遇圣婴。如佛所说，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即此也开启了我的感恩之行，开启了我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万万没想到与我此次同行前来共修的，即是当初一起结缘地藏经的朋友，一切皆自有安排。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远行，万缘放下，真是自在。第一次睡20多人的大通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第一次早起于凌晨3点，绵软无力，身负气虚。第一次跟在师父们身后早暮客送，恭敬紧张，拘束谨慎。第一次倾听龙人大和尚的早斋开始，感恩感动，泪流满面。第一次在汗水浸泡中精行念佛，生生至诚，清凉至心，真修实干，满满当当的7天共修。我的身体、眼睛、心中流了很多很多汗，所有的汗水无时无刻不在清洗清净住我那颗无始以来贪执于财色名食睡迷而不觉被宠坏的心。原来地藏七共修皆是助于我们一切向内回光返照，自信自省，自察自觉，自关照，自修正，自清净，
原来诸佛菩萨和师父们的加持无处不在。原来感恩之行亦是清净之行。无身归来，生活、工作、家庭表面上似乎一切按部就班继续住，但我知道内在已完全不同，心有一止，自尽其意。那是文字亦无法表述的安定欢喜。人生难得我已得，佛法难闻我已闻，此生不到彼岸去，更待何时度此身。无比感恩三宝，感恩师父们，感恩所有人。余生且行且珍惜。南无的藏王菩萨摩诃萨，至心顶礼地藏法主梦宫上人，至诚顶礼恩师龙人大和尚，弟子佛德。2024年9月26日。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赖，咱们下次节目再见。